敦煌正乐团以及台湾五筝的团员手上绑着支架，细细的鼓动琴弦，奏出动听的曲子。敦煌正乐团从1995年创团，团员来自各音乐系所的优秀学生以及古筝老师，每年固定举办公演。今年邀请到台湾五筝一起进行演出，用优美的古筝重奏带给观众古典音乐飨宴。这个乐团一路走来是没有间断过啊，于是团员大家就平时有空就互相的配合，还有一个呢最重要的，我们就是有邀请了很多位为我们谱曲的作曲的名作曲家。除了古筝重奏，敦煌正乐团也会配合笛子、打击乐器、钢琴等不同乐器进行演出，丰富乐曲的多样性，用最纯粹的音乐来感动人心。敦煌正乐团成立超过20周年，在团长和团员的共同努力之下，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，力求在演奏上有所突破，传承这项优美的古典艺术，也让更多人了解古筝的动听乐音。中嘉新闻李家豪板桥报道。